办大事都可以好自豪，去厕所都可以宠爱自己。有没有试过在厕所等十分钟？不是讲紧排队，用干的抹极都不干净，搞到个厕所成日都塞住堆厕纸。仲未有亲戚嚟嗰几日，我成日谂用街嘅 tissue 抹得彻唔彻底噶。穿嘅 weekend 去玩要揾地方解决，无论你去嘅系厕所定系丛林，最冇安全感嘅时候，一张湿厕纸仲正过大只佬傍住你。翻到屋企可以无拘无束办大事，每日都咁 stress， 一定要 relax。就算用好多干厕纸抹极都唔够干净，用湿嘅一抹就干净晒。仲一冲就走，绝对唔塞厕所，爽爽得未啊？得啦，用湿嘅话咁快就搞掂，用皇冠湿厕纸嘅感觉系我写过咁多本书、做过咁多 talk show 都形容唔到嘅，试过你先知道。